现在骑自行车出行又成了一种潮流，而且这种潮流也变得越来越科技。传统的两轮自行车根本无法满足新人类的需求，外形炫酷，能遮风挡雨，甚至不惧严寒的多轮自行车成为更好的选择。 IRIS E-Track 就是其中的优秀作品。 E-Track 使用了时下流行的倒三轮方式，而且使用了全封闭车身，它的舱盖是一块像战斗机一样的弧形透明玻璃，舱盖可以向上打开，效果科幻。空气动力学的设计让它看起来有点不真实。车身的前后还有造型炫酷的灯光系统。 E-Track 的车内也使用了流行的坐式，车内的正中央是脚蹬子，两侧分别有两块液晶屏，可以显示车辆的数据。座椅旁边有两个把手用来控制方向和刹车，但遗憾的是它的车内没有空调。 E-Track 的动力是采用了人力为主电力为辅的混动方式，纯人力的情况下它的时速可以达到25公里每小时，而加入了电动助力以后，时速可以提升至48公里每小时。因为它是一台自行车，因此14岁以上的人都不需要驾照，它的定位就是通勤和货运自行车。有了这样一辆车，出行都变成了一件特别受关注的事儿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。